嗱，唔好話我唔益你啦，今次送我本新書俾你，有齊我同 Cousin 簽名，仲叫 Cousin 畫咗你添啊！哇 ，OK 喎、啊，唔使排隊，有我的港女老婆六嘅簽名版，仲畫埋你個樣添啊！係畫得咁邪惡嘅，不過點解？唉，算啦，唔緊要啦，不過，誒，你話？我夠鐘啦，唔講啦。誒、欸，去邊啊？冇啊，約咗思思公主嗰啲繪本作家食飯啫嘛。咁好，我想識佢哋好耐噶啦，可唔可以帶埋我去啊？冇啦，今次我哋傾書嗰啲嘢悶親你噶，下次先啦，拜拜。我咁有文化都唔預咗，我教人點做文青都仲得啦。好，就等我今日教大家點樣利用書展嚟提升自己嘅文化水平啦。咁首先梗係要有一身嘅文青look啦，包括有一個中產嘅 tote bag 袋，一件 checker 恤衫，唔係格仔啊，同埋當然唔少得嘅，仲有一對 converse 鞋啦。其實我屋企仲收藏咗呢一副嘅眼鏡，不過即係睇唔到又真係睇唔順，戴翻呢副啦都係。跟住就係要俾人知道我嘅睇書品味。呢期一百無禁 hit， 我就影下林日曦本書，呃下 like 先。唔一定要買嘅。share 出去，等多啲人知道呢本書，都係支持作者咯。咦？呢本咪 AV 影音界嘅曠世巨著，司徒甲大成日都講影音 AV， 呢本應該啱佢河車啦。耶！今集著數狂人送出 Cousin 嘅《我的港女老婆六》同埋《思思公主》嘅《私家》，好有趣。想贏呢就記得留意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啊。